好的，我们今天帮大家介绍这一支 Laboratorio 的月夜香化，香化30秒。我觉得很推荐这支蚊香玉给大家，因为它这一支的表现，我觉得它前面一开始就是用那种圆锥带出它的绿感的感觉，它是很新鲜的，然后像你走在那种乡间小径去闻到的这个蚊香玉的香气，然后我觉得它可以很自然的存在空气中的感觉，然后在你那种晚上想要去约个小约会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支非常适合穿在身上，大家有空可以来试试看。是，好，我觉得很像以前那种我小时候啊，大家家家户户在傍晚五六点那个时候准备，不管是放学下班回到家，然后妈妈在煮饭，然后家家户户门口种的那个蚊香玉的花，这个时候开始慢慢绽放，然后当他吃完饭之后，淡淡的香气花香就刚好飘进家里的客厅里面，一起享受这样子的香气。那它的那种给人那种新鲜的花香感是非常舒服的，没有那种一般晚香玉的那种浓郁甜腻都没有，非常让人家很享受的一个晚香玉。是的，好，我们同时30秒请到神秘嘉宾。好，学姐，我推荐这一支晚香玉给会晕云朵的人来试试看。你可以多方尝试看这一支晚香玉在你身上的感觉，它是自然而然存在，而且可以让你感受到晚香玉清幽的那个花香。所以如果你一直找不到一支合适你的晚香玉，来试试看这一支，我觉得这一支 Junkery 调的真的很棒。是，好，非常谢谢三位介绍，下一支见啦，拜拜。